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黄景瑜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。这一次我为大家带来了两部我的最新电影作品，其中一部是爱情喜剧电影《枪跑腰花》，这也是我的电影处女作。我的另一部作品《红海行动》与《枪跑腰花》的风格截然不同。我是黄景瑜，请大家走进电影院中，多多支持我的最新作品吧。